其实，我这个抗疫的场合内面，有当下是真混乱的呀。所以，有的人就想讲要趁这机会来挖掉这个总统，实际会做出一寡无妥当的这个行为。啊，即马讲真挖真大，这特勤的人员讲未来会当当场来搜身。这个案件因是要想要来定一个这个错案，讲在发生这个特别的状况的时阵，会当来现场来搜身，对着这个民众。啊，不过对着这个错案，即马哪家哩因有无同款的意见？但是想要趁场面真乱，对总统动脚动手，即卖拢爱较细腻个，因为关键拟定特种勤务条例草案。总统身边的特勤人员，除了有使用禁忌的法院依据，甚至会当对民众敲身躯，堪称像扣牢的股东。特别说明，不是由我们来扣押，我们是交给警察机关，依据警察执行法，他来做这个扣押的工作。如果已经冲撞到内卫区来的时候，还是由特勤人员把他送到指定的勤务处所去。那指定的处所呢，是指谁呢？就是指警察这些单位而已。使用这个条例初步规范是第一颗上大金总统身边的特勤人员，对工作的项目会当法制化，国民党立委基本上认同。不过也是认为要严格限制特勤人员执行对象的范围。为什么独独到了要查证人民身份的时候，你却没有管制区的限制呢？好，我只有这个地方我是有意见的，但是整个精神来讲，整个目的来讲，我是支持的。会不会侵犯到人权？我们会不会让这些特勤人员他的权力加大，甚至他有人身的处分权？这个是很严重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是过去戒严时期那种警种、恐怖特务组织、白色恐怖的时候才有的呢，你知不知道？特勤条例目前也是草案阶段，已经上立法院审查，关键希望在本会期结束进行三读通过。好，特勤执法的法官依据会当更加清楚。记者小表做台北报道。来看到地方方面的消息，高雄市基丁加这高山拢是靠这渡轮较济，啊，除了这公家以外，也阁有诶是由这所私人的这渡船。啊，不过这个渡船啊，因为无保险，所以因的安全的问题正好外界在质疑，所以这个渡船业者因是讲吼，政府拢无要甲因补贴，啊，又阁无要甲因这船啊买去，所以因是呛声讲要来罢工。高山基丁的航线特别讲，假日够真侪人要来遮坐船，唔免排队的私人渡船是真抢市。那再排要排到什么时候啊？因为比较快啊，省时间啊。唔免排队，票价佫较俗，私人渡船的运量占整个航线的三分之一。啊，不过私船有当时也会超载，嘛无替人客保险，连行政院消保官都嘛点名要求改善。船头家唔甘愿分担大众运输的责任，政府却唔愿意甲因补贴。礼拜是联合罢诉一点钟。刚刚有局讲，因若讲要叫市政府出来，我讲，我不排除了对啦，会选择一天的可能是低假日比较多人的时间，巴士。高雄港务局出示公文表示，为着高雄港的美观，确实有收买老私船的决议，只是总共需要5000多万的经费，还未决定由什么人来买单。因为我们公部门之间有一些单位，我们必须要把责任厘清。市政府事实上是一个协助的立场啊，所以我们协助说建价大概多少钱嘛？那现在就是说，整个这个收购价钱在港务局跟交通部这边还不同意嘛？高雄市认为，私船的主管机关是港务局，不愿意插手来管理。啊，港务局是表示，渡船真久影响美观，还有安全问题，一定会办理收买。啊，不过佫指出，依照目前的法律，无法度处罚无替乘客保险的业者。政府机关责任杀来杀去，人民的安全唔知影由谁来保障。记者卢宗芬、林昭冠高雄报道。第一台中市的这机车两段道，我的标志最近是予人乌白画。在这个台中一中的这商区附近，有几哪的这标志啊，拢予人画作变成原地啊，原来所在安尼转弯。虽然说是安尼共创的，啊，不过啊，因为安尼来造成伤害，可能会吃到官司咯。骑到前面，骑到前面。如果真正照路牌平顶的指示，安尼这个同学恐惊无法度准时到学校来上课。看古爸爸终于发现，都会无同款。机慢车原地打转，不能原地打转啊！应该不可能，应该是政府用错吧。同学误会啊，交通单位是袂无这款的笑亏代志。真足解看，在哪底都行路牌，道平正常的是两段道啊，是无像正手平安尼叫用路人爱善意扩啊。
会较爱说明文字，搁较是明显去予白财神画过，搁困起哩关帝生意可爱之。我爸母的唔呐，干呐，这个所在，规个一中相款的四口连灯，只要有两大桌啊嘞，差不多拢去予人盖过。饼的墙围啊，还搁有一大片的画图。这个行为和警方加重视，要找监视动影带来查一个清楚。我们以为是那个他是用贴的啦，那他是可能是用电脑刻字，然后把它喷上去的。台中市交通处讲，若是后背改变交通路牌，可能会犯着公众危险罪，罚款是1000到2000元。但是安尼若让人受伤，或者是死亡，或是故意，或者是过失，会刑事案件。他必须负部分的一些。那个不管是民事或者是刑事上的一些责任，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事情只是单一的个案。这个路牌故障事件，本周跟原版的差不多拢同款，也属于交通跟警政单位无注意到，或者在重要的路牌无发现去有人有被改变的状况，其他的所在嘛无相像的情形，那么造成交通事故，这后背部的人就真正代志大条啊！记者综合报道。